南韩选秀节目 Girls Planet 999近日结束总决赛，选出九人新女团 Kepler， 但成绩揭晓后引起大陆网友不满。除了人气陆籍选手苏瑞琪、朴雅妮都落选，先前一直维持在冠军位置的陆练习生沈小婷也只拿到第九名。网友们怒批节目虽然大规模找来中日韩各33名练习生，最后却只有3名非韩籍成员，根本是玩不起。气愤地留言，前六都是韩国人，干脆你们韩国人集体出道得了，玩不起就不要出这种国际化选秀，不要招中国人啊。